个地方呢，就是很适合给那种平常不敢穿一字领的女孩，因为它这边是做这样子露肩膀的设计，但是它上面呢有做一个像这样子细肩带的设计，让你可以卡在上面。平常穿一字领的时候，不是很怕这样吃饭啊，然后这样子手往上之后，它就整个跑到不见，那这个就完全不用担心了，因为你看你们不管怎么动，它都是在这边，它是做双肩带的设计，所以它是这样子往脖子这边顺上去，然后这边是直的，所以它这样子往这边顺上去的时候会看起来蛮瘦的，这边会看起来蛮瘦的，这边会有点修饰你们脖子的效果。这个后面的背是不是看起来超级无敌美的，故意做一个交叉的这种美背式的设计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黄色，我觉得黄色夏天穿真的超级适合的，非常非常的亮。你看它这边，它的袖子这边又是这样子斜切下去的，所以视觉上你们肩膀一点都不壮，看起来瘦瘦的。然后这边也有做弹性的束口，弹性束口可以拉到这么大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很紧。然后这个胸前的部分，你们看到的这个荷叶边的地方，它也是做这样子弹性束口的，完全不用怕会紧，超级舒服。白色就是纯白色，它不是什么米白，它就是纯白色。而且这一件的质料真的非常舒服，它就是棉料的那一种，它就是棉料的那一种。然后呢，也有做一点点像这样，不是白色明不明显呢？白色也是这样子，有一点点那种光泽的缎面式的感觉，但是完全不会刺哦。白色的话也是这样子，比较散状的下半身，然后后面的这个样子。